随着国内疫情形势向好，西安各小学部分年级正式开学复课，学生在室内上课时仍需戴着口罩，这让不少孩子感到呼吸不畅。近日，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在确保学生安全的前提下，根据学生需求，在室外开设了透气课，让孩子们每天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。记者在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操场一角看到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来到树荫下席地而坐，在微风中摘掉口罩自由呼吸。在透气课上，孩子们可以阅读课内外书籍，玩游戏，甚至可以选择发呆来放松自己。我们上透气课，我们可以看我们喜欢的课外书，也可以就是跟同学距离1.5米到2米进行也不要面对面，戴着口罩聊天，一般是摘掉口罩在，就是自己看自己的书或者去拿出来一些什么魔方啊这些东西在那玩。因为平常戴口罩是特别闷的，有的时候可能大量的出汗会导致这个口罩特别的粘，而且粘到皮肤上也是特别的难受。学校呢给我们开设了这个透气课，也是特别贴心，特别关心我们。然后我也感觉这个透气课呢可以让我们看自己喜欢的书籍，可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总体来说这个透气课真的是特别好了。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罗坤告诉记者，在开设透气课前，学校进行了科学研判和实地推演，以确保师生安全。目前学校每天上午下午都会上透气课，每节课时长在30分钟左右，在保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，让孩子们亲近自然、顺畅呼吸，是开设透气课的初衷。我们在老师的组织下，让孩子在这一种校园里面，这个树荫下、花园里啊，凡是孩子喜欢待的地方，我们把他把孩子领到这里面，让他们在自由的呼吸。我相信他们的心情一定是愉悦的。罗坤称，开设透气课是学校的一次尝试，目的是减少疫情给学生带来的种种压力，同时也能够为其学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。希望疫情早点过去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摘下口罩，自由地呼吸。